一口吃。食物都是妈妈 Carol 的专属食谱，聚集了各种道地美食，吃着就很有家里的味道。这个米糕让妈妈在大火中翻炒，再撒上葱花，吃起来味道锅气十足。这里也有特别用两只大虾炒的新加坡 style 海鲜福建面，新鲜的大虾搭配着味道十足的炒福建面，记得先吃一口原味的，感受最道地的味道，再挤上酸甘汁尝试，搭配上自制的三八布拉沾，味道不会太辣，吃起来味道会更好。这个 nasi goreng kampung 也是很值得一试。除了主食，这里也有特别放在铁盘上烤，再盖上锅盖用炭烟熏的沙飞，两面反复烤，烤到焦香味十足，闻着就非常香，吃起来鲜嫩。吃前记得淋上沙飞酱哦。想吃点零嘴的，就不要错过这个以肉碎搭配各种配料炒好的肉碎，满满一层铺在薯条上的 loaded fries。 这个 Asian tacos 搭配上肉碎及各种配料，看似简单的做法，但吃起来脆口又不腻。想吃点开胃的，那就不要错过他们的 passion roll， 新鲜的食材搭配上开胃的自制酱汁，虾煎还都是现做现炸的，每片都会有满满的虾，每片炸至金黄色后，切成块后放上摆盘，再加上半边鸡蛋，吃起来酸酸脆脆，记得挤上酸甘汁，这样会更好吃。除了传统的，他们还特别研发了 baby passion roll， 把特调 passion roll 酱汁淋上去，老板娘推荐吃法是一口一个，会在嘴里直接爆开，味道真的很清爽，也很受年轻人喜欢。这家店位置就位于景贵街里边，从路口走进，穿过人群档口，沿着路一直直走， Snap Food Kiosk 就在你的左手边，主打家族传统美食，让你吃到家的味道。晚上这里还会有各种万圣节般的人像装饰，很适合过来拍照打卡，也可以带上朋友一起来吓吓他，有巫婆啊、狼啊、吉骷髅头等，站在旁边时还会动一动吓你。他们还有一家新店也即将开张，是主打西餐的餐厅哦，赶紧叫上朋友一起来尝试吧。